那么本期中啊，咱们来玩沙漠这个图，兄弟们，你看到没有？开局持之以恒，把狗拖它在公屏上啊。那么正好最近他出了几把武器的加五啊，我们就来测评一下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玩沙漠的话啊，那个射线和冲击啊提升不是很大，咱们主要看这个野牛到底如何，对吧？哎，西连武器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啊。阿周他们搞起，哎，这个臭布莱尔真是傻了吧叫，你是僵尸什么还玩个套路啊？您配吗？给我去死吧！这憨憨小斑比啊，单面隐身男，不好意思啊，射死他，射死他，憨憨一个啊！而且这把啊，咱们的五六必不可能祖传啊，我一定要开出来啊！好，咱们来洗波脸，洗波脸，知道吧？这里面的洗脸武器是个野牛，哎，小巴比动弹不得啊，被洗脸洗死啊！不过唯一的坏处是什么啊？这把武器它那个子弹就不够用了，知道吧？就他虽然说子弹增多，但他子弹不够用的啊。洗脸洗过头也不是件好事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话暂时没有抓起来啊，没有抓起来，我们在寻找那种小斑比，哎，被一个单面隐身，然后被我打死，瘫软在地啊。我、哦、可是一个坤坤，知道吧？我没有什么坏心眼，我只想破坏小斑比了。兄弟们，点一波，点一波，全是被点亮的小斑比啊。不过他这个弹道的话有点不太行，有点迷啊。好，哎，看到没？看到。隐着身啊，被点亮的憨憨斑比一枪就死了啊！还有这个憨憨光，怎么点他？点他？点他？洗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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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还？哎呀，他妈都被标记了！我操，还不死你这是？哎，又是一个小斑比来洗脸！洗脸！洗脸！哎，单面隐身去死吧你啊！哎呀，感觉这其实提升不是很大，知道吧？因为说他如果提升很大的话，这个野牛绝逼要改等级，知道吧？对吧？你如何判断一把武器提升大不大？你就看这个半字，它改不改等级啊？等级改的越多啊，说明它提升越大，就是好武器，知道吧？而且你再个等级的话，前期就没有什么武器可以用了。好 ，nice， 箱子也拆了，好，就慢慢把新的啊，买把新的啊。好，哎，哎，怎么他妈的买吧？我按什么鸟？操了，就他妈说买一把没有子弹的，我操！不对，应该是捡了一把没有子弹的，我操，子弹都没有补到，真的是，哎。我他妈白浪费个箱子啊！不过没有关系，兄弟们啊，我们还有五六兆吧？啊，咱们准备好去开波，六弟弟们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兄弟们，开波 B 一个憨憨 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， 太爽了！这一下10K incredible， 哎，知道吧？就憨憨斑比啊，单面隐身，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一个死一个，全部给他去后空翻就完事儿了。哦，弟弟们手心贴啊，学不乖，你看老子弄不死你们，真的是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很多时候啊，这个斑比隐个身还是挺有用的，毕竟可能他们看不见隐形斑比啊。比如说像我，哎，有南瓜的，七七一个南瓜，哎，南瓜没了哈，抽你个 S， 个 S 啊，生命不也 nice。那么这把又算是一个巅峰开局，为什么呢？持之以恒，胜利之名以及生命不也。万事俱备，坐等狂热的到来。哎，那也许他也不来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么 Louis Mother is dead 啊。好，那么咱们这个野牛对吧？他毕竟前期就可能用那么一两局就不用了啊。后面咱们还是拿这个 DJ 啊 ，DJ 好一点啊。为什么这个 DJ 好呢？因为他这个面板还是很高的，在前期啊，尤其有武力的话，那种小斑比啊，一甩就是一个舒服的亚皮。咱们注意一下，四周有没有僵尸啊？还有个臭地仙过来抓我是吧？啊，这个崽种啊，良禽声音，祖先之风啊！尽管你是我的贱人啊，但今天的话你是难逃一死，敢过来套路我是吧？老板我也照打不误啊，弟弟啊，你给 yes headshot nice， 还有那个缝合怪啊，老缝合怪知道吧？这个六开的不亏，成功击杀老板啊！好，咱们继续搞起兄弟们哈，狼狗僵尸啊！哎呀，是个 bot， 那没事儿了，继续搞这个憨憨 bot 啊！这个一开悟就是老狼狗了啊！好，我今天开始大范围尸变起来，兄弟们，我也开始兴奋起来了。弟弟，那你给我比划比划，来跟我比划！我、哦、他妈这是个玩家，我操，我还是 bot 呢，真是啊，我傻了。好，哎，别卡在我的下面那种憨憨男帽，真是傻了吧唧的，我操！哎，咱们正面干一波，哎，有南瓜的 ass 啊，偷一个南瓜啊！还在手前天，弟弟们永远都学不惯啊，永远都不长记性来啊！你个逼啊！我真的是啊，你慌我的手知道吧？啊，臭不要脸的啊！好，坚持不 shit 啊，坚持不 shit。这个技能的话啊，没有伊卡洛斯就是个地种之地，屁用都没有的。但是有伊卡之后啊，这个技能太香了啊！后面那个冲劲不是一般的足啊，这糊你脸上去，你知道吧？那种。好，装起玩具吧啊！我们先囤几把，算不囤了，不囤了，不囤玩具了，知道吧？
偷完剧必然要被这些臭南瓜给偷掉啊！我们就买一把，然后开播六，哎，圆满结束啊！能秒则秒，秒不到的话咱们去吃遍啊！买个扩建，拉开距离，不要谁是僵尸啊！好啊，这个我操，你就是僵尸吧？你给爷死啊！他有伊卡洛斯啊！好，往后方宣告，我炸不死你，炸不死你啊！他这个憨憨啊 ！What the fuck！ 啊，他妈又组成这五六啊！他妈真的是，我也看不见隐形芭比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斑比真的是他妈神不知鬼不觉，总也看不见我操啊！所以弟弟们啊，该隐身就隐身啊，三十级除外啊！来 XO 啊，好，坦克的来给爷死，你的秒我好，英雄来扣扣扣扣！我操，你这等级人吗？什么鬼了？我操，英雄呢？哎，英雄去哪儿了？好，蓝火妹再抓一个，狠狠蓝火妹啊！那么这把话真的非常快，知道吧？瞬间就沦陷了，我操！哎，那就是三 K MVP 啊，我还是那个 MVP。好，这个冲锋推进没啥拼的技能啊，22级啊，咱们拿这个叫什么X90，知道吧？然后当然这个魔剑啊，能秒则秒，秒不了的话咱们去尸变，还是老样子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位师傅，我今天是不是要拉开距离啊？希望我不要被 Louis Mother infected 啊！好，我没有被 Louis Mother infected。来弟们，来给来来来个充电宝大肥呀、啊！啊，小玄子什么，给我打一波充能，知道吗？好，充能充能充能，看看蓝狗僵尸，蓝狗僵尸，哎，一开悟啊，就是老蓝狗，知道吧？人也不装，像狗分，你给去死吧你啊！啊，这种小半边真是，哎，那么半天充不了能，我操啊！应该选那个 Jessica， 知道吧？不是 Jessica 的话，他那个充能太慢了。我操，不是吧？还没有充能，我操！真的快没有了啊！这把比伊卡洛斯，咱们要小心，咱们小心！我操，先跟我来，好兄弟们，来换个赞，换个赞，来兄弟们，好了，来！我的妈，来战术木林开启火，买完木星的一六号死一个，好他妈，好就两个，我操，好我不甘心啊，给噎死啊！好，还哦小曼比他给噎死，给噎死那种憨憨斑比 MultiQ 啊，勉强四 K 还算可以吧啊。好，哎，弟弟，明哥是刮伤的是吧？啊，还吗？刮了差一二，打都打不死人，属实不太行，知道吧 ？Nice， 二段跳，兄弟们，感觉伊卡洛斯也不远了呢，知道吧？啊，那么现在咱们25级啊，是个比较尴尬的等级啊，高不成低不就的啊，既不能买小前驱啊，也不能买魔法刀啊，这个没有安全感。而且咱们这个 F2 快出来，兄弟们，这把可以考虑去玩一把僵尸。好，宁毅被 Louis Mother infected 啊！哎，被干的时间恰到好处，正好不想单人这一把啊。好，咱们找个南瓜去把他给抓掉啊！有没有南瓜？有没有南瓜？哎，你也是个僵尸，真是咱用给噎死，给噎死，给！这把套路失败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等我复活，你们难逃一死啊！好，你看这复活点，英雄给爷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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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傻了吧唧的，还在选着钱，人就没了。我操，英雄出现，我也英雄出现了吗？兄弟们，知道吧？哎，前期呀、啊、疯狂出现，后期一把不变啊，要么是个僵尸英雄。哎呀，按了按了，把你给爷死弟弟。我操，你的秒我，你的秒杀我，你的秒真是傻了吧唧。局长，我他妈谢谢你啊啊！我想问我的狂人什么时候来？我的狂人什么时候来啊？好，咱们来狗一波带分啊，狗分是第一位啊，抓人是第二位的。对吧？我就看是狂热什么时候来，知道吗？而且刚好 F 二已经出了，兄弟们，先把咱们那个叫啥哎，三套搞起就完事。不过咱们先随机，还有没有无人机啊？应该是有人到满级了吧？啊，哎，算了，不随了，不随了。咱们交这个 F 二之后啊，先买混沌啊，买完之后又可以再买一次，知道吧？哎，无限的买啊，然后再买，我操，买错了，真的是，应该先买圣剑，再买牛子。哎呀，啊，我傻了。好，没有办法，兄弟们，这把咱们失误了一下啊，不然的话可以拿出圣剑，知道吧？好，来啊，僵尸在哪儿？给我滚出来，知道吧？好，英雄出现，我玩英雄就两个字，嚣张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出现，全部七国，上把才给他技能，这把就给我出现啊，压力吗死呢？好，德雷哥，咱们先不管他，我们先科学演示一波啊。这个房间的话，他那个什么僵尸还是可以抓起来的，对吧？我们先布置混沌手雷，然后赶快升到30级之后，你看我一个人带杀特杀啊！来弟弟，跟我比划比划，去死吧你啊！那么这把又是30级不给狂热，就像鹿犬也没有妈一样啊！咱们这个黑洞圣剑无人机拿出来，全装圣阵，兄弟们来搞起！你看我秒秒你就完事了啊！后面僵尸咱们先不管他们，知道吧？给噎死吧！你看我射你一眼个臭 bot 啊！这是咱们弹丸王家的牌面，知道吧？冲前打 bot 啊！
这次咱们的目标是杀1000个 bot 啊。好，接着啊是，哎呀，半年抓不起啊！我操，你们能不能抓起来给爷死吧？看嘛，他妈又选蓝狗啊，又选这种小啊，还想狗我的分啊？狗啊，弟弟，我看你蹦的啊，我看你蹦啊啊，蹦到够了没有？给爷死吧！真的是，还狗我的分 ，impossible 这，你在我这儿一分都狗不到啊！好，他妈又是种臭大分啊，又是个蓝狗，真是啊，想狗我的分是吧？那就在你妈的贱啊，在你妈的贱啊！好，我们记不住小二知道吧？老选个小啊，哎呀，真的。3000小要干什么？比芭比还脆照。我说你还不扫这狼狗僵尸，让我生气的，你给去死吧，狼狗僵尸，知道吧？狼狗僵尸怎么这么可恶啊？大肥来，好臭大肥啊！哎，你想干什么，弟弟啊？看满桌小芭比啊，挥着左键拍着空格啊，再隐个身之后就是绝杀啊！好，来个大肥啊，臭大肥，知道吧？大肥今天是难逃一死，再整大肥，你看我。重拳出击，臭大飞怎么那么肉啊？那么后面这个弟子咱们就不管他，知道吧？等他被抓之后，咱们又做个人头啊！哎，我们就见死不救啊，见死不救啊！刚刚被抓是最好的。哎，他果然被抓，弟弟啊，咱们又多一个人头了。你看我旋转跳跃，闭着眼，知道吧？风骚走位啊，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好，我操，一个小斑比的扣啊，看没，那种小斑比来，知道吧？拍着空格，左键不松手啊，引着身啊，待会儿把你骨灰都给你扬了，知道吧？啊！我操，我操，吸了个寂寞人，臭大飞，又是个大飞啊，厨师大飞，给死给死给！怎么这么肉的大飞？他大飞啊，没兜着人是开不 BB， 给死吧，臭大飞，过来破坏我啊！我操，大飞还没有死是吧？大飞你还不死，你还不死，你先闭嘴吧，臭大飞啊！好，咱们买个地雷，知道吧？地雷来，弟弟啊，来，哎，放屁对吧？把你骨灰都给你扬了，知道吧？咱们炸死一个，我操！全是狼狗，全是来，尽管放屁啊！狗得到一分算我输，知道吧？来，你看我炸不死你啊，狼狗简直是啊！好，把大飞也杀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地雷还是挺有的，超有的啊！这个地雷啊！好，咱们再来搞一波，知道吧？啊，狼狗僵尸啊，放屁是吧？啊，来，对了啊！那套意思起飞 ，boom， triple kill 啊！好了，把人力已经损成59，兄弟们啊，来，咱们打一个黑洞之后啊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，弟弟们？哎，给我乖站好，接受治疗啊！来，放个屁啊！有屁用吗？给我去死吧 ！boom 啊，太爽了！20K 主宰比赛，这个地雷还挺好玩的，兄弟们。不过前提得是咱们是英雄，知道吧？如果不是英雄的话，你放地雷的时候，它那个空档很大，很容易被偷 S 啊。同时啊，人类还不能太多，知道吧？如果人类太多的话啊，无人机都刷屏了，你还没有炸，属实不太行啊，打工地雷啊。那么这边咱们可以把这个 F2 一交之后啊，又可以手动变一次英雄，兄弟们，哎，舒服啊，臭杰拉德啊，对吧？好，这是老板啊，对吧？来给我表演一个恶臭的叫声，就是那个好臭啊，臭杰拉德啊。来，咱们欣赏一下他的恶臭的叫声啊。哎呀，好臭啊！这游戏啊，而且咱们这把哈英雄又出现啊，是个武器库啊，也算可以啊，兄弟们可以了。啊，这把抓快点啊，给爷死吧，弟兄们！看我都不想看你，知道吧？看都不看你一眼，重拳出击就完事儿啊！好了，恶魔兄弟给爷死啊！挂机，你他妈在挂机啊！给爷死吧你啊！好，恶魔兄弟给爷死，好，没有炸死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武器库一交又是4颗无人机啊！大飞来踩一个，不亏，踩2颗。好，没有机会，才2颗啊！好，僵尸在哪？僵尸在哪啊？来跟我比划比划啊！小斑比啊，一拳带走，知道吧？一拳一个的感觉真不错啊！好，咱们先拉个盾啊！僵尸很多，假盾反，你给我原地罚站嘛！代表哥先过来抓我啊！您配吗？垃圾准备好了吗？过来 ，come on 啊！来啊，来，踩一颗不会 boom 啊！踩2颗血量来 double kill 啊！我操，你还不死？还不死啊！真的是啊，终于死了啊！大表哥挺肉的啊！好，我们来点一波啊！马上就英雄条满了，兄弟们啊！准备好变英雄，不要白给啊！好，我们叮一波，有点危险，这里啊！这个大表哥有一条路线，咱们拉开距离啊！好，咱们打一波充能之后，7-8天赐给我吸进去吧，弟弟们！好，兄弟们，很幸啊！点住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把咱们又是英雄 ，Kokoski 呀、啊！来7-8天赐，你看扣完哈，开了个 BB 啊，给 yes， 直接刷疯了，知道吧？好，狼狗僵尸是吧？狼狗僵尸，我这不鸟你啊！你个仙子去，仙子位置的好，这不还有无双，真的是操了就啊！好，弟兄们准备好吗？来踩一颗不亏，踩一颗不。
啊，他妈老是炸空，真的是操！我们来叮叮叮叮叮叮叮啊！看我风骚走位七八天，再大别大别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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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我重拳出击打击你妈就完事，知道吗？后来我卡米诺奇卡拉达 ，nice， 西安子的位置恰到好处，又是把兄弟守城，知道吗？蓝火枪是你来多少杀多少，知道吗？屁用没有的。这帮老弟们来来来，两个黑洞，黑洞源源不断 ，boom， 踩一颗不亏，踩两个血刃，踩两个 beast， 踩四个把你们骨灰给你扬的，知道吧？对，好像没有四颗，那没事了。好，咱们加这个 F 2之后，又是一把新的属性来，我们先加这个无双啊，叮叮叮叮叮一波，叮一波，叮一波啊。好，就要把这个黑洞源源不断啊，来，兄弟们准备好了吗？再次七八天，谁给我滚进去踩一颗不灰 ，boom， 踩两个血刃来 ，boom， 踩三颗 beast 啊，太爽了，这一下真的是太爽，知道吧？蜀神还是很凶残的，知道吗？好，叮叮的七八天塞 ，What the fuck！ 我怎么被大表哥吃脸了？真的是操啊！我的英雄没了，我操！他怎么奇怪？真的是啊！啊，血亏啊！我操他妈！这么欢乐的英雄他妈居然就没了，我哎！啊，兄弟们，感觉我他妈这把又是他妈这么七八十 K 的土番局啊！啊！又被起点了，你们是气死我了！我操！那么这边还剩一个英雄啊，他拿的也是蜀神，知道吧？就迷雾一多的话，还得靠蜀神，知道吧？哎，我被吸入啊，哦，没有被吸入啊。不过全是蓝狗、大肥、南马，他一个打不死，知道吧？好，他居然在自雷，什么鬼啊？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炸弹背包永远第一神。哎，那这边还是打了第一名啊，319分，谢谢收看啊。